谁将搭档韩国瑜出战2020？答案今天揭晓。其实张善政一直都是首选，这我要特别来报告。曾担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，现任韩国瑜政策顾问团召集人的张善政，因何脱颖而出，成为韩国瑜官宣副手？理工男，精英范儿，口碑佳，张善政的政治属性将和韩国瑜的个人风格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？张善政先生他是学工程出身，那他后来又进入到科技界，他本身曾经担任过大学教授、台大教授，那他的学术背景也非常的完整，他的这个学术经历也非常的优秀。那么相对于这个韩国瑜先生来讲呢，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具有加分的作用。所以这个张善政他在这个北部地区，在知识界分子，对韩国瑜是绝对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。随着蓝营副手薛子落地，绿营搭档组合备受关注。民进党内部力拱蔡赖配，是否呼之欲出？倘若真是蔡赖配对上韩张配，选战版图将会发生何种迁移？理论上讲，如果蔡英文遥遥领先韩国瑜，他大可不用选赖清德。但是如果说一旦他选了赖清德，那就代表他们蔡英文的阵营真正的在评估的时候，他赢韩国瑜可能并没有很多，甚至有可能还输韩国瑜，所以他需要独派的这个选票。因此如果说确实是蔡赖配的话，我倒觉得这个是一个对韩国瑜来讲是一个好消息。